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جيان لي جيا تين دا شيا فا جون زي هو وي جي جيا تين دا شو دون يي جي زن سون جون غوي ان لا جون شي جي دا جو و ان لا زي كو لان جين جون شو تا دا اي جون جي شيان شي تا سو ني مان دا تون لي جون وي ني مان شوان زاو بي او يي بيان ني مان يي يي ليان تا مان بين شي شي ني مان هو شيان أي يون هو شيان ليان شي دوي يون ان وي دا مين جون سي جون شو يو شو دو جي شيان و جين جين و نو في جو و يو ان لا دوي و او و جين جين محمد شي ان لا دا بو رن جي تشي شي جي Я тин зай рин лин шин мин рун ши фи чан жу яу да Я ши ан ла ци гэй пу рин зуй да да ин хуй жи и Рин ру ан ла суо шо ан ла и ни мэн да тун лей зуа ни мэн да чи зи Бин вэй ни мэн чун цун чи зи чуан зао ар суй Ан ла хай Я жа мэй да ши у гун зи ни мэн 难道他们信仰虚妄而国父主恩忙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家庭在社会稳定方面有着与组成人的作用 一些人呼吁改善家庭经告家庭走向 腐败最恶的源头，社会世界丁充满喜爱、连续和安慰，远离紧张和烦恼。伊斯兰也鼓励全小世界要有爱、断绝、连续和安慰，让人民避免断绝、憎恨和吵架。 伊斯兰教法命令丈夫应该选择善良的妻子，妻子应该选择善良的丈夫。要结婚和美德的好妻子，社会因幸福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要结婚和美德的好丈夫亦是如此。 伊斯兰教法以命令丈夫应该承担家庭的所有责任，如生活费用、社会和道德方面的责任，因此应当由男女履行职责责任。正如安拉所说：“有婚期男女时应当结婚，因为结婚会使其眼睛。” 和性器官免于繁殖，没有结婚的人应分散，因为分散会断其性欲。一些人强调人权教育子女的重要性，父母应该把承担其宗教和民族的责任，保卫祖国和保护他的财富。 重在子女的心中，向儿子、管束宗教、社会和风俗习惯的家事，有助于建立一个人学二强大的家庭。父母对儿子有一些义务，他们对儿子负有责任。 正如安拉所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为自身和家属而预防那一人和社会燃料的火星。如其火星的，牧师说，在服侍日，安拉将身为每个管理者，要对自己所管理的对象负责。 是尽到责任了，还是没有祈祷善良的儿女是父母的安慰？正如安拉所说，他们说：“我们的主啊，
去你以我们的妻子儿女为你们为我们的安慰，也求你以我们为今为日的典范。牧师说，人一旦死去，他的神功永永断，但显现世之外，永恒的时事，一人的日事，为其求饶的小子。母亲明确指出，最好的人是最善待下停止，知道吗？他说最好的人是最善待下停止，牧师是我们中最善待下停止，也是一位最好的丈夫、父亲和爷爷。我说了以上这些，就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的尊传归安拉。各位穆斯林，伊斯兰教非常重视维持家庭，因此伊斯兰的家庭生活要建立在双方互敬互爱的基础上。人生眼动过两天就会发现，安拉命令我们善待女人，正如安拉所说，他们是你们的衣服，你们是他们的衣服。又说他们影响合理的权利，也应尽合理的义务。又说男人要因他们的行为而爱报仇，妇女也想因他们的行为而爱报仇。牧师在此绕的讲说，你们的妻子对你们负有责任，你们的妻子对你们负有责任，你们对他们也负有责任。夫妻生活要建立在双方互敬互爱、关心爱情和连续的基础上。夫妻生活不要建立在光王子的不以和压宝压跑压迫的基础上，因为只是不是婚姻生活稳定的一些疾病原因。夫妻生活要建立在双方互敬互爱的基础上，家庭里的每个人都应当忍受困难和面对挑战，因为只能实现家庭稳定，给夫妻生活带来幸福。阿布达尔达说，如果你心气，我让你心气，如果我生气，你让我心气，如果你不想这样做，我们就会很快离异。家人要过是安心幸福和安宁平静的生活，那该多好啊！这些行为都会带来金火两世的幸福。我们的主啊，求你以我们的妻子儿女为我们的安慰，求你以我们为今为世的典范。